日前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，就乌克兰问题发出一致信息。这是有关各方共同努力、相互妥协的结果，也是国际社会乐见的积极迹象。希望安理会能从中汲取智慧和经验，避免扩大对立分歧。 更多激发正向互动，切实发挥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核心的作用，用好宪章赋予的和平解决争端工具，促进各类和平倡议的落实，推动形势逐步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。 Ukrainian defense forces have expanded.